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哎，对我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我飞机掉了。这里有很大一个湖，看到没？这里叫洛阳的南湖音乐喷泉广场，啊，这个地方是我住宿的那个民宿老板推荐的。他非常自豪地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去一下我们这个民宿旁边的有一个喷泉啊，是什么全国第一啊，不不，全世界第一，第一大的姻缘喷泉。我觉得他说的特别自豪，然后想离家也不远是吧，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到底是怎么不同。哎，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看比较合适一些啊。那这已经路边都已经很多人等着，从八点到八点半吧。戴啥帽子啊？这两天就半个小时时间，这已经没有位置了，应该是这块，你看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对吧？八点钟开始，七点五十五，还有五分钟。我打你吧，你干什么嘞？找个位置，架好机位，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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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亚洲第一的。哦。我以前拍过，但是都丢掉了。哦，那挺可惜的。这每个周末都有是吧？冬天没有。冬天没有了。How come 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Wonder. How come the sky sometimes hides behind the clouds? Maybe it's just like me, a little bit scared of heights.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哎，对我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我飞机掉了。刚才在飞的过程中，在做一个环绕的时候，好像是撞到这个大楼了，所以我现在要根据这个定位去找一找我的飞机。哎，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啊，那个大楼那个地方。你们的找飞机系列，哎，先找吧，先找吧，说一些废话。我现在洛阳文化局，然后这是雕狮的一个定位，在我这个侧边，这个地方，这里，感觉只要不要砸到人，不要伤了人就是最好的。哎，我觉得刚才看了一下，它那个下面如果是撞到那个它的主体掉下来，它那个上面是有一个平台嘛，那个平台应该是这么晚应该是没人的。所以我觉得找起来的难度并不大，就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别人允不允许我上去，这是一个问题。再看一下定位，就是对面，就这个围栏，这里还好，还有围栏的，先看一下底下有没有吧，然后再找一下这个大厦有没有入口或者什么啊，这个建筑是干嘛用的。地图上面显示这个建筑好像是在建，还没建好的一个建筑。上面有个围栏，但是呢，会不会掉下来呢？先下面找一找，前面一点，希望能够掉下来啊！刚才又不希望掉下来，因为这掉下来这里会撞到人嘛。现在又希望掉下来，这样找起来会容易一些。好像就在这附近了，就这附近了，反正不在这个前面，就在这上面。我现在在它的正前方做一个记号，就这一块了，就这一块，这十米的范围。哎，你好。
你们想问一下，这个大厦上面就这个位置可以上去吗？这个大厦是正在使用吗？嗯，还没是呢。就是我刚才拍的那张片，看一下，在你们这个靠马路的那块，嗯，就是有个平台，这个上去吗？我感觉还站能上去了，无漏。因为我刚才一个飞机掉上去了，那个飞机失控了，就直接掉上去了。从定位来说，应该是在这儿，因为我在下面已经找过了，这个下面平台，这个一楼这块没有。对对对，因为这上面有个平台，应该是掉上去了。我想上去看一看，可以吗？这个记录在这平台，就在这个平台这个外面，您看一下这个。五楼没有平台，只有六楼平台。那该六楼。你可以上去吗？上。谁金华新？小金，你跟谁上？我都。你陪对你陪我去也行，我怕不让外人上嘛。哥打在了五楼平台，走到六楼那了，他那是有无人机一吊，有个无人机，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你带我上去看一下就行。就是这个刚才我拍的这个照片的这里，这个上面，这个外面。那东西，你这个是吊哪边了是吧？哎，对，就是靠马路的那一边。吊那个这啥子？有入口吗？像那个什么消防啊，或者做卫生啊，这个平台上面应该。我跟着您走吗？走。好好行，谢谢啊。他那边。那边几楼有平台？对。几楼平台？这几楼啊？是五楼还是？反正就是那应该平台的。这个是你确定掉到对，确定掉上面了。这个它有那个 GPS 定位。掉平台上了。哇，这里好黑啊。那是不是该五楼那个平台？它有几个平台吗？它几个就五楼有个平台，它六楼都没有，六楼是避难层。我开一下手电筒啊。手电筒打不开呀。好的，一直干活，就搞一两次，我都开不开。这个大厦还没修好是吧？没有。大厦还没修好吗？没。走，那我知道了，去五楼。好，行，谢谢。去五楼。那这个啥东西都没了。还有电梯，太好了。五楼就有个平台，是吧？就这五，应该就那个平台。这五楼有个平台，下来。就这个，就这一个平台吗？它不会有几个平台吗？上面有灯光的那个。五楼有个平台，那边有个山上那个平台。手电筒呢？开了。这五楼的还有个平台，是吗？咱俩什么几楼的用房子都知道，你要是不在这没点平台，那都是个新人。对，就这个平台。好，我去看到那个定位哈，这个它这个有个定位的。
就这个，就这个，根据这个定位来走，知道这个云台吗？这个直接就上去，就是。哎，还好这里没人，这里没人就好。看看啊，哎，这里可以走，挡住了。哎，这要翻过去吗？啊，这可以走，这可以走。这里有一个那，这是什么空？翻是翻不过去了。翻不过去。翻是翻不过去。可以，这里有楼梯。走过去，这前面一点在哪？那个射灯的第五个还是第六个射灯那里？你过去，你看。啊，我在上面可以爬过去。哇塞，这么高！哎，我那边是？啊？那边你看能过去不呢？那边，我看，就是这个灯，就是灯啊！我看一下，你看能过去不呢？这边可以走过去的，可以，嗯，还前面一点点，就第，我数过一、二、三、四、五、六，第六个，嘿，应该就是附近吧，嗯，就是附近了。从定位来说，应该是附近了。咦，就这里了。我在看，一二三四五六，就这几米的一个距离。这上面呢？找着了？没有，我在看，看不见。看不见的都在这平台。是吧？就这个平台。定位上是就在这儿，找着了？还没有，还没呢。这上面有吗？上面。这上面。没有啊。上面没有。嗯。咦？那掉哪去了？咦？这就是这附近呢。下来了，找不到，刚才还在那个楼顶上面去找了的。回来呢，我看一下那个飞行的一个那个记录，这是刚才拍的，当时在这个他的洛阳市民之家这个地方飞，然后飞，你看快进。这个楼比这个平台稍微高一点点啊，高个几层楼这。然后这边我打了那个控制杆，然后对着喷泉走过来，然后拍它的那个洛阳，哎呀，然后撞着，然后就碰撞，然后就不见了。哎，还好没伤到人，刚才过来看也没什么伤，没有伤到人，还这是万幸，万幸中的万幸。然后还碰到好人，刚才过去年轻人，他的保安嘛，几个保安大哥都还蛮热情的，把我带上去。我想到是不是会不让我上去，主要是太黑了嘛，所以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之后，天亮了以后啊，然后再来看一看，那个人见度也会高一些，是吧？再来找一找。然后下来我就看了一下刚才的飞行轨迹，应该是没有到36楼，就还是在那个7楼，但是7楼的话已经找得蛮仔细了，没找到。哎呦，这会不会就跟上次掉的那个汉江里面去一样的，会不会落水以后它会飘？但应该不会吧，
因为它在那个靠弓以后，它失去重力，它就会，它会晃动啥的，是吧？哎，那就不知道了，它会飞哪去呢？好了，只能明天，明天早上等他上班的时候再来看一看，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了。就这样了，明天计划打乱了，来找飞机呗，明天早上。哎呦，好了，就这样喽。是不是你们有的人找飞机那些人，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哎，主要是今天我拍的那些素材都用不了了，头痛哎。好了，就这样吧，拜拜。提档，提控回家了哈，提控回家。就为了拍这个破的喷泉，哎，破喷泉，就这样，拜拜，明天了，找飞机吧。